掌声鼓励。帅哥文哥呢也来带动气氛哦，老师也动起来了，动起来，大家中秋节快乐！嘿，好的，好的，拍拍手，拍拍手，今年最热情就今天了哦，哈。歌曲之后呢，继续要带来这一首呢，叫做《凤阳花鼓》。凤阳花鼓哈，好，不然我们先带来这首《夕阳伴我归》好了。今天的夕阳很漂亮哈，打鼓打节奏的。拍拍手，哇！今天呢，在广场这边还有烟火的声音，有烟火的声音哈，感觉特别热闹，感觉特别热闹。中秋节快乐！请掌声。
谢舞蹈老师，赶快呢再来这首一样过节的歌曲《凤阳花鼓》，这个三阳开泰啊，未来呢平安顺利。好，大家再双手再借我一次来。越来越多的那个义工有空呢，把椅子搬到后面，大家自己拿就好了哈。这是大哥椅子放着，大家自己拿就好了哈。来去修就是红彩妹妹，红彩妹妹会唱的朋友一起来好不好？来，来一次，红彩妹妹，双手打前拍，嘿，开始。来听挂麦，虽然是两个多女生跳得很好，掌声鼓励。
乐声王尖叫声。哦，大家讲今仔日有迄个中秋节气氛无？哦，安尼吵吵闹闹安尼吼。